今天给大家做一款金枪鱼的一个加速卷，我们先抓一把寿司棒，这是放刀制菜，我们先控制均匀，边修整齐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它翻过来，我们在里面放入一个牛油果，金枪鱼。现在我们把它包过去，扣进去，转过去，拿竹棒进行，然后收一下。现在我们把它这个切掉，这一段我们选择一个上面撒入一点点芝麻，放这一边。像另外半条，我们上面选择铺入金枪鱼的一个鱼片，那煮吧，听下去。现在我们把它切掉，背包，两头收一下，对吧？然后这段同样的，对吧？现在我们拿出一个盘子，把它摆入盘中。这样子的话，一个金枪鱼的一个加速卷已经完成。祝你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。